大家好，我是林伟。今天我们就住我们早前收集到我们关注青年主要政策的签名是交给我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的。我们发觉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无论在我们政府的政策上面是很少提及是如何协助我们的青年的朋友可以尽快在我们的香港有个置业可以上到楼的政策的，包括特别在公屋的层面。我们希望是透过我们今次的一个行动，我们的签名行动，是表达我们青年是对于政府是提出这个青年主要政策的一个迫切性的。我们希望是透过我们的行动是令到我们政府是更加关注，是包括我们青年发展委员会是尽快是制定出我们一个对针对我们青年的政策。那么过去我们阿伟在个社区上面其实都很经常遇到或者听见我们的居民我们的街坊是向我们提出話，哦，我哋嘅青年朋友咧係住屋非常之困難，就算我哋係想去抽居屋咧，我哋咧都係好似抽六合彩咁咧，係非常之難抽中嘅。咁我哋喺度諗緊政府現時推出嘅一啲協助我哋青年朋友主要的一些政策，包括我們的青年宿舍，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契機來的。那我們希望是通過政府現時推出的青年政策，青年的宿舍這個計劃，我們希望可以更加去鞏固我們現時的這個政策，令到我們青年宿舍可以成功地成為我們現時我們公屋乃至我們居屋的一個階梯裡面的一個環節，令到我們的青年朋友是更加容易地是上到樓的。那我們希望在接下來的我們的日子是更加去大力去推動這樣的政策。那我希望大家是繼續支持我們青年朋友是要公屋，我們關注我們的青年住屋的政策的。多謝曬。我要青年住屋政策，青年住屋訴求，青年住屋訴求，不容忽視，不容忽視，優化住屋政策，優化住屋政策，回應青年住屋訴求，回應青年住屋訴求。